此人山人海的景象惊呆了小伙伴们，你还记得他吗？那个因为聚众斗殴而名声狼藉的摇滚歌手臧天朔。那你最印象最深刻的是哪首？是朋友。当然有朋友吧。朋友。一首《朋友》捧红了臧天朔，然而从红歌星到阶下囚，离开舞台5年了，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老朋友呢？啊，那你这票是自己买的还是公司那边帮着买的？应该公司给那个应该定的吧。臧天朔，你是自己一人过来的吗？啊，我们单位。啊，你们单位同意，那票也是单位同意发的。对。公司发的票，听歌不要钱，人气高自然在情理之中。先不管这些，就当公司给员工发福利了。下面我要告诉您，这场演唱会更是像赎罪一演的原因在于，没有票您也能进场看。学校赞助？学校赞助啊？这边都是我们的人，这边都是你们学校？那你是买票自己买票过来的吗？是学校。是学校发？学校给的。学校统一给？学校统一给发的是吗？看来臧天朔这好人好事做到底了，难道是想丰富一下同学们的课余生活吗？估计这声势浩大的观众群里，掏钱买票的几乎没有吧。既然都免费了，我们也不能对人家臧天朔要求太苛刻了。再看看当天的到场嘉宾，都希望臧天朔能浪子回头，洗心革面，痛改前非，总得给人家一个机会吧。一个人犯了错误不要紧，改正了就是好同志嘛。除了梁天，著名歌唱家李谷一老师也来给臧天朔打气，希望一段牢狱生活能让臧天朔明白，做一个好歌手的前提先得做一个好人。听说音乐会刚开始就已经很成功了，祝贺你，祝福你。娱乐新天地，浪子回头，赔本赚吆喝报道。